就是你以后吧，通过这个应该吸取个教训，别太任性。老李给下课，听听别人的意见，要认真听说。我就说，不要太任性，要听听别人的意见。啊，是的，啊，是的。你向来是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。哎，这爬山爬的全是灰啊，老李的布袋里边都进去草了，正在这打吧。嗯，哎呀，跟老李出来就是好啊。在几楼？在三楼哈。现在3点多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饭了啊。老李在某平台找了一家这个南方菜，说是挺好的，过来看一下。啊，是有点江南的味道哈。在这坐，行行，正好上嘎啦胡同，这不好。好，竹叶青。这个茶是什么茶？竹叶青。是竹叶青吗？嗯，是啊。这上面呢？上面是百合。嗯，百合茶，喝点茶吧。来，你给他选点什么菜？哎，吴姐去选。你们去选吧，选了我吃什么？快点，快点。不，啊？嗯。哎呀，先喝点粥吧。可以，就正好。正好三碗，是吗？不能多给点啊。啊，可以再来点。哎呀，又渴又饿，现在。嗯，甜的，好喝哈。里边好像一米是吧？有一米。对，有点一米。现在3点半了，又累又渴，又饿，然后。我们为了找这个无人机啊，这个真的什么都不顾了，就一门心思去找，找完这棵树就找另一棵树。其实呢，我们是没有目的的找，哎，都累的，这手都受伤了。看这个滑的，刘五姐手也都也滑了。哎，快让他给你盛吧。嗯，都累了。嗯。一开始真是盲目的找了，方向错误，开始不会找，白费力了。哎呀，幸亏碰着一个专业人员。我们的思路就是过了一个山谷，碰着一棵树，啊，这棵树过去以后，第二棵树就被刮倒了。找那几棵树找的，我的天哪，简直了！这下爬的呢，可陡了。哎呀，是啊。不过刘五姐还有个意外收获。捡了个别人的无人机，这8000块钱女儿给买的无人机，这要是丢了多心疼的事啊！你想想啊，是，钱是一方面，还有这个女儿的感情在这儿。对，当时真的哭的心都有了，不是说8000块钱的事儿。当时也是老李说别飞了，我们水平都有限，别在这飞了。但是没听，我第一次飞吧，还比较成功，飞得挺高的，回来了。我说再给吴姐哈，刘吴姐录一段，结果呢就操作失误了，飞得太低了，第一棵树就刮差一点刮上，我呢就没仔细看，结果第二棵树就被刮住了。那个山特别陡啊，我都爬往上爬呀，也不顾腿疼不疼了，反正就哎呀一个劲儿的爬呀，结果我们找的方向不对。用这个导航来找的，他本来就是个户外越野的领队。嗯，他自己说你们真找对人了，青岛市没有几个那意思我这个水平的。嗯，他说的真对，他的水平确实很高，就无人机拿到他手里划拉划拉就哎就找到了，我们都真一点不懂。学会了，我现在也学会了。也学会了。有待提高，好好学吧。这个东西日子玩长了、嗯、玩长了玩熟了，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了。其实人家设计的他都是比较人性化。我给那个谁大江打电话了，嗯，大江也告诉我他服务还是不错的，嗯，发给我这个短信。我们都要放弃了，因为那个山太陡了。刘五姐还有这个老李啊都说不要了吧，别因为找这个无人机再受伤。那个山太陡太陡了，几次都被滑的滑粗溜粗溜往下，我寻思我要下去那真是就完了，太陡了，全是石头。嗯，总算万幸啊、哎、找到了。
关键不是这8000块钱的事儿啊。假如说找不到，我这心情一直会不高兴的，真的，我会自责的。老李当时就不让我飞嘛，我就是挺你总算找回来了。就是你以后吧，通过这个应该吸取个教训，别太任性。老李给想听听别人的意见，要认真听说。我就说你不要太任性，要听听别人的意见。啊，是的，啊，是的。你向来是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，别人的这个意见不听，从来不接纳。嗯，还有呢。这怎么的，这成了批斗会了？不是批斗会，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牢记深刻的教训，在以后避免再重复这些错误，再重蹈覆辙。我已经吸取教训了，以后无人机由老李来操作，我是不管了。哎，因为老李这句话又转过去了，推给你了，以后你操作了啊。他从来不操作，我着急啊。我操作肯定没问题，买来都这么长时间了。我不愿意玩这东西。嗯，再一个这老李吧，也是也没埋怨我，他俩上山去找，说别让我上山了，说你腿不好，你别上了，让我看着包，三个包，但是我很自责呀，他俩上山都那么危险，我不能一个人就在下边等着呀，因为是我自己这个左下的业，我得跟着去参与啊，我当时也不顾什么腿疼不腿疼了，这爬山照爬，我估计今天回家得腿疼了。今天呢，就来压压惊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来菜了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快吃吧。有底下是肉啊。有豆角，啊、有肉。这边是豆角。这要是就是个面条。是笋，不是豆角，是笋。笋吗？我觉得也有豆角。笋。笋啊啊啊！我再确认一遍啊。啊。笋是笋。你把它喝了，我给你盛点。我自己来，我稍微一点。好。还有腊肉，好像是。哎，它这豆腐能好吃。它不规则的哈。鲜笋很嫩的，嗯，味道不错，嗯，锅包骨老肉，嗯，来，甜酸的，嗯，茄子烧豆角，真是虚惊一场啊！虚惊一场，进入找回无人机，嗯，就是，现在3点半了，哪3点半了？4点10分了，4点20了，好，嗯，3点半往这儿走的，我们三个今天过来吃这个南方菜。过来压压惊，祝贺一下。嗯，哎，哦，这是什么鱼？长江大白鱼。大白鱼。长江大白鱼。长江大白鱼。嗯，这是淡水鱼。嗯。哎，这个勺子好哈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。我给你刀菜，你自己喂。啊。再来一块啊。这鱼怎么样？好吃。尝一下这个鱼啊，这个菜最好吃了。嗯，这鱼也不错。嗯，这鱼也挺好。嗯嗯，我今天得好好伺候伺候你们。无人机弄丢了，老李也没刺到我，也没批评我，深感歉意。这不批评比批评了还厉害。对，自己感觉到内疚。批评了也无济于事，没有用。有济于事，有济于事。我还是比较内疚的，非常内疚。我现在那个内疚的劲儿还没过呢，还一直在内疚呢。那吃吃鱼补补。嗯，压压惊。嗯。哎，想想我也是太任性啊。自我检讨了。嗯。早就检讨了。从无人机这个找不到那一刻就开始检讨。哎，这条鱼下货。嗯，很好吃。嗯，来，刘姐再来。哎呀，咱俩把它分了。今天老李还要去吃大餐，咱们就不管他了。好，咱俩多吃点。嗯，够了够了，这个放这儿。吃这个是南方特色。嗯，啊。拿自己的，我不用，我他不吃，他不吃。嗯嗯，他今天晚上还有饭局呢。还有个这个。哦，谢谢。自己来吧。这头。嗯。哎呀，这是糯米年糕。嗯。